认了一个善良的老太太，是吧？咱们再来说，天津的一位公交车司机正在开车呢，就看见后视镜里啊，就瞄到了一个男的形迹可疑，眼看着就把手伸到旁边那个乘客的兜里了。当时司机就怒了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：“你干啥呢？”他就站在我这旁边，他就是翻包找零钱。哎，我通过后视镜我看，当时因为我正操作啊，只能为了安全，我从后视镜不断朝后看，正好看到一个男乘客越靠近他，啊，这个动作行为比较可疑。从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，这位男乘客凭借外套的遮挡，已经将左手伸进了女乘客的衣兜里，或许是衣兜里并没有财物，同时女乘客有所察觉，窃贼这一下并没有得逞。我就觉得有点可疑，你看，我就善意提醒那女乘客，我说往后走走，要不说那男的坐站在前面来，你看，别摔着，为了安全考虑。窃贼第一次逃脱失败后，并没有就此罢手，当女乘客将包背上之后，窃贼又将手伸向了背包。当时他把那个女乘客那个背包唰的一下拉开了，我就一扭头。正好看到，我大喊一声，我说你干嘛？还下来把手伸回去，就也没逃生啊，这么情况。窃贼眼见行迹败露，马上下了车。由于女乘客没有遭受财物损失，也就没有去追究。哎呦我的天，我怎么觉得他这么嚣张啊？就这么一次伸手就拉着这衣服，好像大摇大摆的下车了。是啊，干嘛呢？是这么说的吧？对啊，不是干啥呢？那是东北司机啊。他说得亏东西没丢啊，要不要多闹心呢？说陕西的李先生。